大到让我就是我也觉得蒋强大真的是练得很久。苦锻炼就是为了这场胜利，对不对？来得不容易啊。接这一次的 MasterCup 要你好看的赛事记者会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四队的队长来到摩托现场喽。孙胜、九妹、馆长，美貌、身材、辣度都破表的，欢迎强强。我们今天要来比赛，我很紧张。这个是我的对手，来欺负我一个女人。别行，就是好好的垫底就对了。那好好垫底啊，你俩嘞？我们怎么练呢、啊？讲真的啦，真的没有练，少来。我真的没练。工作人员跟我说，昨天练一整天。天佑，然后丹尼。他们是我们今天的队员，没错，我们等下选一个，就是昨天我们练习的战术，我会选一个内线的，牵制住他就 OK 了。输定了你，还牙嘞？我们用力，哦，现在来到我们火影系的我们强强所率领的强势耀眼。等一下呢，就要呢在赛场上面呢见真章了。强强要强势防守啊！六九，字母哥，外线空档，发呀！教练，调整一下，白的，今天少白的。有神俱备。好，这边的进入中路没有机会。来看看，想想这边，哇，对，拦下，投，将军们，兄弟，兄弟，哇，孙胜更凶，哇，棒！问一下呢，强强呢，在这场比赛呢，就差了那个临门一脚，那虽然是落败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？而且有时候我也找不到我自己在。二打二的时候，你创造单打的时候会有一个 loss 掉，所以会一直创造多打少的机会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回去防守可能要再下一点策略。我觉得强强与女生来讲很厉害啊，因为我刚刚看不出来，就是有角色哪一个比较烂。我是 Jordan， 然后第一场我是 LeBron， 哦，难怪没进。看我们都在进好不好？我知道。因为现在投篮、抢篮板。进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下面的人都说，就是没有想到你那么会打。对啊，对，现在女生算是很厉害。是，每次我讲，没有，我是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是这样，我觉得超厉害，身心。他们打得怎么样？哎，抱歉，我都没有在看，我只看例子而已。检讨啊，都是你害。真的是一个好胜心非常强大的女人。对这个比赛，我们还是没把它拿下来，至少没有第一名也好，第二名吧。我今天来练习，要跟这两位的经纪人老板可不可以？你为什么对你的队员都没有空呢？是多红牌的男模啊？绝对不是，是怎么会完全不好？他们只要再不出现的话，我们就。我们讲能怎么办？他们最好都不要来哦。如果我输了，你先跟我讲一个，我们有这个为证。我输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我们当然就是以身相许。好累哦！中场休息，玩了几场？我们玩了大概六十，不是一场。接下来练习第几次练习？输了球赛后的第二次。我们有去问过神明，他说我们会注定最后一名。你有问？有啊，我问啊，说那是不是神明帮我做个弊？他说很难，因为其他人都很会玩。我只想要打两人小组配合。我想你就负责守住一个人。好，我不会帮你任何的忙，你要负责守住他。那我守不住的话嘞？守不住他，我们就会输。所以你一定要把他守住。我都守得了。
我觉得强强比上次比赛的时候再进步，就是进攻方面又更清楚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因为你超拼的，他有拼的，我是最后一名呢。应该至少也不要输得太难看。没事啊，我们就照着我们自己的节奏打就好了。这样说也是蛮有道理。对啊。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来教我。啊啊！人心中想一个数字，一二三七。七。你要教我什么？打篮球。好好，打打打。我说的你是可以的，不是客套话。对，你看鼻的眼神。我希望九妹换成他。你什么时候要上？其实已经抓到感觉。你看你刚骗到很多人，我们都觉得你已经要投了。在场的男生都被你骗过一轮。真的假的？你超级，如果位置不对，你会直接跑掉。冲出去。对。今天我们来到领航员的主场，要来看篮球比赛。他练得很勤的、啊，因为我屁股特多，半身都很大。回家被老婆揍。竹北大战的时候，手下败将。你想要怎么说？神经病啊你！对的，参赛选手就定位。强强呢，打法非常凶猛哦，而且是变化多端。哇！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应该非常值得期待。我知道，我想办法要跑。好。他们自己的声音好大声、啊！我知道。前兆好像有点搞不清楚。快把我投进去！准备要找空档，要过去接棒。哦！哦！不错。那我们得说一下，其实丹尼跟强强配的还不错。他，然后再把球导进去内线。首胜啊！弃机而弃，辛苦锻炼就是为了这场胜利，对不对？来的不容易啊！馆长认真在这一场，我们这一个桃园战呢？哇，已经顺利的拿下这场胜利。今天打的好像比较辛苦，所以觉得强强他真的是练得蛮辛苦。不然我觉得打得不错啊，我们抢到了首胜，好不好？那个胜利的感觉，我们明天再来。没事啦，要不要抱抱啊？不要，不会啊。看看你的心情。你看你这个都没有吐出来，多一点。有吐啊。进步非常的多，而且他有一些传球传得很恰当，然后得分上面稍微的可惜没有把握住机会。好啦，真的今天打得很棒。好啦，明天见。欢迎比利强强。今天强强还是穿着小白连线，强强。好啦，就没有练呐、啊。所以你们昨天很强，我去看昨天的直播，你们打到3-1嘛，而且好几场打到第五十嘛。先让一下吧，给你看一个。不能让我不要看 B， 这样我很亏、欸，你要给我钱吧。看一片 B 给你。我不要看 B， 我不要看 B。B 十分呐、啊、，B 才5分太少。这样最好是剪得进去啊。再见。很烫很。摸一次就全浪来啊！看到强强我都硬了，拳头硬了，拳头硬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全力抢胜，好不好？昨天打得很好，然后呢？原来就原厂的人说打得不好，他们原厂打得很好，来回去说白痴。
到强强的话呢，因为听说他很认真练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啊。希望待会两队比赛都能够拿出我们的最佳表现。我昨天看到强强最后比到最后，其实真的就是感觉蛮心痛的、啊，因为我看得出来他进步真的很多。他真的进步很多，他真的他非常努力练习。对，哎、欸，很激烈，听到很多紧张的叫声哦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他们的麦的声音好亮哦。是白队炮弹队他们在三分线的投射，好像都是暗的。哎，再跳再跳再跳。点就是。啊！为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这种拉锯战，他正在苦练了很久。哇，这球按到，哎呀，被守住哦！快！听到快了，这我听得懂。他叫他出来！不要紧张，点起来，好快，又直接灌满了。哇 ，AD， 有了！哇，这是有按到板。先不要讲。哇，怎么感觉这个 LeBron James 他在上健身课的感觉哦？哇，摩羯队又是一个三分球就能结束了。哇！给！哇，又被超球的男人。传出来，快点传！哇 ，Deuce！哇！哇，这有按到吗？没有，再分就一个，小心，离他远一点。哇，这很危险啊！好，离强强超到，哇，一定要抢到了吗？传，非常重要，哇，这个门线，差一点。强强队真的蛮强的，又会射，然后。又会狂超，禁区也很强。我们的强强强势耀眼队真的也非常厉害。我们从第一场到这一场，你看，第一场我们3-0就输了，今天差一点2-2。我们这次只有输了比赛，剩下我们全部都赢了。我们来当炮灰的，没有，有颜值。我跟你讲，当炮灰的，没事。哎，我看到你老棒，我会怕哎、欸。我想说把你老棒捡起来，不就两个老棒在那边打手。徐世林队的最后一名，也算了。没有没有，现在四强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好不好？你以为四强那么总共就四队？准备迎接冠军赛啦，好不好？我支持孙生，孙生100，一百哦，对，孙生一定是要你胜电影的、啊，没问题。孙生一定会输，不要再吃力了，我是说真的。很适合玩，真的很好玩，而且很有这个战斗力，还有逻辑性。
大家一定要支持哦，拜拜。